好，我们继续再看讲义500页下面。好，我们要得波多三昧，还有50法、50种助道法，也应该修学啊。其中啊，第33种是断八懈怠法，我们参考角注54。啊，长阿含的十上经，这懈怠法的第一种，就是比丘他出去乞食的时候，啊，没有乞食到食物，那身体非常疲倦呢，结果他就想，哎呀，我今天乞食不到啊，身体太虚弱了，我根本无法坐禅，没有办法精行，那怎么办？睡觉吧。这是第一个懈怠。第二，当他去村里面乞食的时候，结果乞食的食物太多了，吃得太饱了，结果他觉得怎么样？身体沉重，没有办法坐禅精行，怎么办？睡觉吧。第三，就说，我今天担任执事出播啊，身体实在是非常疲倦啊，没有办法坐禅精行，怎么办？睡觉吧。第四，有人不是今天做得很累啊，是明天才要去出播做一些事，他想明天出播啊一定很累，我今天要事先养精蓄锐不能够再坐禅精行，那怎么办？睡觉吧。这是第四种。第五种，有的懈怠比丘早上走了一段路，感觉身体非常疲倦啊，不能够坐禅精行，怎么办？睡觉吧。第六，有人是说明天我要到远地某个地方那明天一定很疲倦啊，所以我今天要养精蓄锐明天既然这么累啊，我要养足精神要有力气，所以今天不能坐禅精行，那应该好好休息，睡觉那第七，色欲小患，色就是即使了即使得到一点点小病了，但是呢，他心里想。我病得快死了啦就是那根本非常瘦弱啊没有办法再坐禅精行，那怎么办只好睡觉吧第八，他的病刚好不久他想我的病才刚好不久了，我还很虚弱了也不能够坐禅精行，那怎么办？继续睡吧所以他都有理由啦，不管是什么情况之下反正他都有理由要懈怠休息。那我们对这样的懈怠法应该要断除相反的要修八精进法。我们看角注55一样是长阿含的十上经。事情都是一样，但是心态完全不同。我们看，如果是精进比丘的话，他是怎么想呢？第一，比丘他到村里面去乞食，没有乞食到，他心里这样想啊，我没有乞食到啊，所以我身体轻便非常轻盈自在，不用说吃太饱啊，想睡觉这个时候。正好可以用来精进坐禅精行，心里想我还没有得到的禅定啦，还没有证得的果位，那我就好好来用功。第二，乞食得足，他乞食吃得很饱，他这样想我吃得饱，我力气充足啊，那正好可以用来好好的坐禅精行。第三，他刚刚出播，或者是
做了某些事情，他心里想，我每天都有我要修行的功课啊，我刚刚因为做了一些事啊，那妨碍修行，影响修行的进度，所以我现在应该好好精进坐禅，把它补回来。好，第四是明天将要做某些事，他想，哎，明天我做这些事情的话，我原来的功课就没办法照进度持续进行了，所以我现在应该先赶赶进度，好，赶快坐禅精行以便把明天无法修行的这个进度预先把它赶一赶。好，第五早上从某地走过来，他想，哦，这个会妨碍耽误我的修行，影响进度，所以我赶快精进坐禅精行补回来。第六，我明天要远行一样会影响我修行的进度，所以我应该要利用时间赶快预先做功课，坐禅也好，精行也好，把明天无法做的部分赶快事先把它补足。第七，他如果患病得了重病，他心里这样想，哎，我可能命中啊，我的命在旦夕啊，这再来修行的时间就不够啦，因此要把握时间啊，赶快精进坐禅精行。第八，如果他病刚好的时候，他想，哎，我病刚好，也有可能这个病还会再加重，不是说好就永远好啊，有可能病还在加重，到时候真的重病的话，我就没办法好好用功了，所以我应该趁这个时候赶快的精进坐禅精行。好，那我们比对一下，事情都是一样的，心态完全不同。好，那我们反省自己，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，就稍微警惕一下。好，三十五，常观九相。这九相有的版本是九想啊，我们参考角注五十六。九想是不净想、实不净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、死想、无常想、苦想、无我想、尽想、无欲想啊，也就是要观不净啊，观生死无常啊，观苦无我啊。第八跟第九，这个可以参考大智论卷二十一啊。大智论的解释，尽想就是说要厌离世间啊，知道我们的五蕴，我们要观五蕴无常空无我啊。那什么是尽呢？就是烦恼断尽，那这个五蕴灭了之后不会再生啊，这样才是究竟安稳，这是尽想。无欲想啊，无欲就是离欲啊，这个欲有狭义的定义啊跟广义的定义，狭义的定义是欲界的贪欲了啊，广义的欲那就包括一切的烦恼。要观啊，这九想。三十六，得大人八觉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八大人觉啊。那这个八大人觉其实是八种大人觉，大人就是佛了啊，就是佛觉悟什么？那我们应该啊要一。学佛那样的觉悟，不是有八个大，是八种大人的觉悟，也就是
佛觉悟哪些我们要一直来学。我们参考角注57八大人觉，第一个，我们修道应当要少欲，如果多欲的话，那跟道就不相应。第二，应该要知足，不要贪得无厌，如果贪得无厌就不是道。第三，应当娴静，就是要远离不染世乐。那如果乐众，希望大众聚在一起啊，但不堪寂寞啊，这种都跟道不相应。第四，道当自守，这自守就是不细论的意思了。细笑，那就跟道不相应了。第五，应当要精进，那才是道。懈怠就与道不相应。第六，应该要专念，要有正念，对正法要意念不忘。如果多忘，忘圣言，那就不是道法。第七，应该有定意，定意就是定心了，就是要有禅定。如果乱意，心里散乱，那就不是道。第八，应该要有智慧，那才是道。如果愚痴，那就不是道了。37，具足诸禅定三昧。38，于此禅定，无所贪，无所得，即使得到禅定，也要观空，不要贪着禅定乐。39，听法要专心。40，坏五阴相。我们对照角注58的刮胡二，在杂含122经也提到，佛告诉罗陀，我说于色境界当善坏消灭。受想行识也是一样，就是五蕴，它是无常磨灭法，不要取着五蕴，要断除爱欲，爱欲尽，那苦就尽，要苦完全断尽，这是坏灭五蕴相。一般不了解这五蕴的假合而成为我，有人就取着我执，就执着我。其实这个我只不过是五蕴的假合，那五蕴又是无常坏灭，所以对我不执着，对五蕴的法也不应该取着。41，不住事相。角注59，其他版本是事相。42，生不畏生死，就生死轮回很苦。43，于五蕴生怨贼相。这五蕴是拔刀贼，这是杂含经所说的。44，于诸入中，诸入这个入就是处了，生空具相。在杂含经有提到，内六入，这是如空聚落。45，于四大，地水火风四大生毒蛇想。我们看一下角注60，刮胡一，十住毗菩萨论，提到观地水火风四大喜生嗔恨故，不敬臭秽不知恩故，生毒蛇想。那43、44、45这三项
大家可以对照角柱六十的刮胡二杂含一一七二经，一一七二经，那里面有一个譬喻，就是国王看到一个人，一个罪人，就给他四条毒蛇啊，放在一个小巷子里，叫他天天呐、要跟这毒蛇按摩，还要喂他，那这个人一想，我这一条毒蛇已经够毒了啊，连靠近都很害怕，怎么还可能跟他按摩呢？还要喂他，他一想，感到很恐怖啊，就赶快逃，放下啊要逃命，结果就五个拔刀贼啊，五个拿着刀的盗贼啊就追，在追，他跑到一个空的村落啊，里面都没有人啊，结果有人跟他讲，这个空聚落其实是盗贼啊所经常聚合的地方啊，这个不是你久居之地啊，要赶快走。就有一连串的过程了。那这后面有个譬喻，这四条蛇，它的譬喻我们的四大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啊，其实就是地水火风所组合的。那我们平常非常爱护我们的身体啊，对不对？你如果酸痛，是不是要按摩？其实是按摩这四条毒蛇了。那为什么这五蕴是拔刀贼啊？因为我们身体这五蕴五蕴不调啊，它就会生病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这个是六根叫做空聚落啊？就六根是空聚落，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啊，一般以为内在有一个神我，它其实是没有自我可得啊。那么以这个无我的六根来触对外在的六尘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那根本没有我，这个在比喻空聚落了。那么这样的六根触对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引起有漏的六识，那就好像盗贼一样，我们看到好的就想要贪着，看到不好的就起嗔恨心，那起贪起嗔都像劫夺我们的功德的盗贼一样，所以说我们不该贪的却起贪，不该嗔的却起嗔，这样的话都是劫夺我们的功德法财，所以这个就是村落的群贼。那这些我们就要了解哦。对，四大要生毒蛇相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四大啦或五蕴，它最忘恩负义啊，可以说最忘恩负义的人啊。我们这么样好吃的，就是喂他吃哦，这好看的哦，这都给他，但是呢，他没有让我们更健康。更好看啊，对不对？一天一天的衰老啊，一天一天的走向灭亡，所以他是最忘恩负义的啊。那我们就要这样的观想。四十六，于涅槃中生极灭相，安稳乐享。四十七，于五欲中生闲拓享。其实我们吃的东西吃的东西觉得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咽下去再吐出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觉得不好吃了。你想要再吃进去，其实吃的跟你吐出来的是一样的东西啊，东西是一样的，但是感觉完全不同。那我们对于五欲不要贪着，就像吐出去的口水不想要再吸入一样。心乐出离。四十八，不违背佛陀的教诲。
四十九与一切众生都没有争辩、争论、诉讼等事。五十教化众生，令安住一切功德。好，这五十种法，其他的诸道法也应该要修学。好，以上是谈修学波多三昧的方法，底下来谈修学波多三昧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果报，也应当了知。问曰：修学波多三昧可以得到什么果报呢？答曰：于无上菩提可以得到不退转。另外，如经所说果报，佛告诉跋陀婆罗菩萨，这位菩萨就是贤护菩萨，他不同的翻译。我们前面有提到贤护分嘛，就是这位菩萨。譬如有人能够摧毁三千大千世界的地，碎为微尘。三千大千世界很大嘛，那把它粉碎为微尘，那就更多了。又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草木花叶一切的东西都把它碎为微尘，那么其中一微尘为一佛世界。这微尘已经很多了，那每一个微尘就代表一个佛世界。有这么多的佛世界，那充满了上妙珍宝，我们拿这些珍宝用来布施。佛就问贤护菩萨，你觉得这样的布施得到了福德多不多？他说很多。佛就说，那我老实告诉你，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听闻诸佛现前三昧，诸佛现前三昧就是波多三昧了，听闻波多三昧，不惊不怖，只要听闻而已他的福德已经是无量无边。单单听闻已经福德无量无边了，何况能够信受波多三昧，读诵受持为人解说，又更加以定心修学这样的波多三昧，就好像挤牛奶这么短的时间来修波多三昧。以垢牛如顷，这经典常常会有这样的譬喻，就是挤牛奶的时间很短，这么短时间来定心修学波多三昧，那福德都很大。我说此人福德尚无有量，何况能够成就波多三昧，福德更加无量无边。佛又告诉贤护，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波多三昧，如果洁净时，即使堕入火中，火马上消灭。能够受持波多三昧的人，如果有官司诉讼之事，或者遇怨贼、狮子、虎狼、恶兽、恶龙、诸毒虫等，或是夜叉、罗刹、鸠盘图，鸠盘图是长得像冬瓜的鬼，毗舍奢，这是一种淡人精气的鬼，若人若非人等，如果害身体或者害性命或者是毁戒，那事实上都达不到，都不可能会有这个伤身害命的事。若读诵为人解说时也没有衰老，唯除业报必应受者。如果是
造的业太重了，那必须受报，这种定报除外啊，其他的只要有波多三昧的话，都得到安稳啊。复次，菩萨受持读诵波多三昧时，如果得到眼耳鼻舌口或者牙齿痛等病，或者风病、寒病、冷病、如是等种种其他的病，由于这个病有可能丧失性命，但是如果能够受持读诵波多三昧的话，那都不会因为病而丧失生命，唯除业报必应受者，除非过去造的业太深重了。若人受持读诵波多三昧，会有诸天守护，还有天龙八部等来护持，还有天王地士、梵天王、诸佛世尊都一起来护念他。复次，如果受持读诵波多三昧的话，这些人就会被诸天所共同爱念，乃至诸佛都一起爱念。世人皆为诸天所共同称赞，乃至诸佛皆共称赞。诸天都想要见这位菩萨来到他们的地方，乃至诸佛都想要见这位菩萨来到他们的地方。菩萨受持三昧者，过去没有听过的经，自然能够听闻得到。菩萨得此三昧者，即使梦中皆得如是诸利益事。菩萨若佛一劫或者是少于一劫来说受持读诵三昧，他的功德不可穷尽，何况成就这样的波多三昧。如人于百岁中，他的身非常敏捷强健有力，而且这行走非常快，像风一样。那这个人在百岁之中到处走都不休息，常至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，就是十方的走动。那这个人所前往的十方，有人能够知道他走过多少里数吗？当然很难计算的啦。他又那么强健，又那么轻盈敏捷，又都不休息，又十方到处走，当然走的地方非常非常的长，里数非常的多。因此贤护菩萨说，我这个所走过的里数不可知，不可数，只有如来舍利佛或者不退转的菩萨才能够知道，其他人无法了知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像这样的猛健的人所走过的地方，都布满了真金，用这些真金来布施，所得的福德当然很多了。但是如果有人只听闻波多三昧，以四种随喜来回向无上菩提，来求多闻，那这样的福德比用真金来布施所得的福德要来得多。那哪四种随喜回向呢？第一个，如过去诸佛他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都随喜波多三昧，过去诸佛行菩萨道这样的随喜波多三昧，我也一样来随喜波多三昧。
现在的菩萨随喜三昧，我也是一样。再来，未来诸佛行菩萨道时，随喜波多三昧，我也一样随喜。所以有过去、现在跟未来。第四，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菩萨所行三昧，我也一样随喜，都是为了得多闻。我也是一样，为了求多闻而随喜波多三昧。啊，这四种随喜，我们可以参考角注74。角注74第二段，如彼过去一切诸如来，各于往昔行菩萨道时，皆因随喜，都是因为随喜而得到波多三昧。他随喜的时候，他心里调柔不嫉妒，自己也容易得到波多三昧。而因三昧故具足多闻，因为多闻故，那很快成就无上菩提。所以它有几个过程，就是过去的诸佛行菩萨道的时候，都是随喜得波多三昧，那有波多三昧具足多闻，有多闻而即速成就无上菩提。过去诸佛行菩萨道的时候是这样子，那我今天也应该是这样，因随喜而得波多三昧，因三昧故具足多闻，有多闻希望将来也能够即速成就无上菩提。这是第一个随喜功德，第二是未来，第三是现在。那倒数第二段，我今已得养学三世一切诸如来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诸如来本于过去行菩萨时，皆因随喜而得三昧，因三昧而具足多闻，因多闻而得成佛。我今以此随喜功德，愿与一切众生共同分享，就是自己随喜得到的功德，他也愿意与一切众生共同分享，同生随喜，同获三昧，同具多闻，一起成就无上菩提。这是四种随喜的功德具。这样的随喜福德，比起上面以真金来布施，那功德大得多了。以真金来布施所得的福德，比起菩萨这样子随喜波多三昧所得的福德，比不上，连1%都达不到，百千万亿分之一都不及随喜福德的多，甚至算数比喻所不能及。此三昧得如是无量无边果报。好，这是波多三昧所得的果报。好，底下是谈波多三昧的诸门分别。三昧住处，少中多差别，如是种种相，都应当论义。三昧所住处，就是说在什么样的禅定阶位可以得波多三昧。虽然得波多三昧，那有的少，势力少，有的中，有的多，像这些都应该分别了之，这些事情必须再解释一下。三昧所住处，是说波多三昧有可能出禅，当他出禅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波多三昧。所以波多三昧本身的定义，它就是见现在十方我现前，
那就是波多三昧了。至于他的禅定深浅不一定，如果在波多三昧经来看，甚至味道定也有可能他就见到十方佛现前，也有可能在初禅，也有可能第二禅、第三禅、第四禅，也有可能在初禅与二禅之间的中间禅，他得到波多三昧，见到佛了。这是三昧所住处。好，接着解释少中多。少就是有人他得到波多三昧了，但是这个三昧的势力比较少，或者说他安住于波多三昧中的时间非常短暂，少时住，这个名为少。或者说他虽然见了佛，但是见少佛世界，这个名为少。那如果势力中，然后安住了三昧时间比较稍微长，或者见多佛世界，那就是中跟多。那波多三昧因为它有可能是初禅或者中间定，也有可能是二禅三禅四禅嘛，所以如果从觉跟观来看，有可能它是有觉有观，那就是初禅啊，有可能是无觉有观，那就是中间定，有可能是无觉无观，这二禅以上都是无觉无观。那从喜乐来看，得到波多三昧有的是喜相应，这个是初禅跟二禅就有喜相应，因为初禅它是离生喜乐嘛，那二禅的话它是定生喜乐，所以初禅二禅它都有喜相应。乐相应有可能是初禅二禅三禅，因为初禅离生喜乐，有喜也有乐，二禅定生喜乐，它也有乐，三禅是离喜妙乐，虽然没有喜相应了，但是它有乐相应。不过初禅二禅的乐，在有部来说它是属于清安乐，它是行运所摄的啦。那如果是三禅的乐，它是约受运所摄，一个是行运所摄，一个是受运所摄，是不太一样。不过这里如果单纯讲乐相应的话，那就初禅二禅三禅它都有乐，也有可能是不苦不乐相应，这是第四禅，因为它是舍念清净，它是舍受而已，是不苦不乐受。或有入出席，或者没有入出席。如果有入出席，那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它都还有出入席。如果第四禅的话，它就没有出入席了。定是善性，这样的善昧一定是善的，它不会是恶，也不是无忌，它是属于纯粹是善性。或有漏或无漏，漏是夹杂烦恼了，像凡夫就是会夹杂烦恼是有漏，如果圣者那就是无漏。而波多三昧呢，从它的性质来看，凡夫可以看到十方诸佛它是有漏，圣者成就波多三昧它就是无漏，所以波多三昧通圣者，它也通凡夫，
凡夫也可以成就波多三昧了。好，底下论三界系或不系，有的是欲界所系，就是还在欲界的范围之内，被欲界所系缚；有的是色界系，有的是无色界系。另外最后非欲界非色界非无色界系，那就是不系，就超出三界了。所以从波多三昧来看，有的他还在欲界里面的境界，有的他有禅定的话，有四禅他就是色界系，还有成就四无色定的他就无色界系，有的他得无漏慧的他就是不系的。好，这样的波多三昧，既然是三昧，它是定嘛，它就是心所法，是定心所。这样的心所法与心王相应，就称为心相应。随心王而行，称为随心行。共心生，它与心王一起而生。非色，这三昧是心所法，它不是色法。非现，它无法显现于外，就代表这心所法它是非可见。能圆，心所法可以圆净，它可以圆净，所以它能圆。非业，一般的业的主体是思心所了，那波多三昧它是定心所嘛，所以它不是思心所，所以称为非业。但是这样的波多三昧会跟思心所相应，心所会跟心王相应，心所与心所也会相应，这样的波多三昧与思心所相应就称为业相应。他随思心所而行，就称为随业行。非先世业果报，就是波多三昧，它通常是由今生加功用行而修得的，并不是过去业的果报。除因报，这里有因报果报。这个除因报，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再充分的解释，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，这波多三昧，基本上都是由今生加功用行而修得，不是过去宿世的业因而今生报得。不过在大智论有提到念佛，他有提到行德或者果报德。行德就是修德了，例如我们在这个世界来学得念佛三昧，可以看到他方佛，这是修德。那另外果报德，大尊举的例子是说，例如有人升到无量寿佛国，寿佛国土，就是说升到极乐世界，那他生下来的果报就可以念佛了，那是自然生德，就称为果报德。所以或许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理解为基本上都是今生加功用行而得，那是不是有特殊的因缘，有宿世业因而今生报得的？这个除有可能是去除，或者是这个以外，这是特例，目前还不
不太确定。好，另外这三昧，波多三昧是可修的，可以知道的，可以证的。而可证又分成身证与慧证。这目前，如果比对玄奘大师的翻译，也找不到确定对应的内容啊。不过，如果从角注87，他是在讲布施的时候，也有提到慧证跟身证。慧证以布施来说，它是慧心中行布施，就称为慧证；身证就是身行此施，名为身证。所以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：身证就是亲身去体证，那慧证就是用智慧去证得。或可断，或不可断。前面说过，波多三昧它有通有漏，通无漏。如果有漏，那就应该断；如果无漏，那就不可断。知见也是如此。最后，波多三昧不与七觉知合。七觉知在有些学派认为它为无漏，它只有无漏法。那为什么不跟七觉知的无漏法相合？这里有几种可能。第一个，在这个地方论，可能所说的波多三昧是偏重于有漏的波多三昧来说。如果是有漏的波多三昧，那就不跟无漏的七觉知相合。另外一种可能，七觉知里面有一个定觉知，那么波多三昧，三昧也是定嘛，那如果七觉知跟波多三昧相合的话，那就有两个定同时。那有的学派他认为一心当中不会同时有两个定心所，因此主张波多三昧不以七觉知合，这也有这种可能。第三种可能，大尊里面他提到，就是有世俗的，还有这佛道的那么如果是七觉知，有的是去向涅槃；那如果是波多三昧的话，那有的是向佛道如果从这个意义来看，向佛道的波多三昧，不与向涅槃的七觉知相合，也有这种可能性。好，如是一切诸诸分别三昧意，皆因此中说。好，最后修习三昧，得见诸佛，能供养诸佛，教化众生。修学波多三昧成就以后，就可以现见诸佛现前。得见诸佛之后，应该勤心而供养诸佛。这样的话，善根就可以增长。那运用这些不贪、不嗔、不痴的善根，能够快速的度化众生。这个偈颂可以参考角注90，它是从华严经里面的要义把它浓缩为偈颂，大家可以参照。好，底下对于这个偈颂简单的解说。供养，它包含三业的供养，有身、口、意。意业的供养就是心意清净，我们供养佛要意念清净，要恭敬欢喜念佛，有无量功德。还要口供养，以种种赞叹佛的功德。
还有身供养，要礼敬诸佛，还有以花香等供养，这是身供养。供养诸佛之后，福德就会辗转增上，就好像稻谷在地上得到雨的滋润，它就会增长，会生长。极教化者，他的福德增长，可以教化众生，令众生安住于声闻圣、辟支佛圣，还有佛圣之中。如是菩萨增长善根。另外，以布施爱与二法摄受众生，以初二摄法摄取诸众生，后于二摄法未尽能信受。我们对照一下角注九十二，刮胡二，这个偈颂也是摘录《华严经》而来。四摄法它有布施爱与力行同事，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它是以前二摄，就是布施摄、爱与摄来摄取众生，而后面的力行跟同事这两个摄法，但以信解力故行，它还没有三巧通达。好，这里就解释说，初二者就是四摄里面的布施跟爱与，而后面的二摄法就是利益同事。菩萨在初地，他还没有能够具足通达这力行跟同事，只能信受。布施大家清楚了，爱语就是用和悦的容貌、诚恳的态度来说话。力行就是我们要劝别人所做的事情，真的要让他得到利益，增长功德。同事就是要跟他同甘共苦，做同样的事。好，最后，尔时诸善根回向于佛道，如彼成炼金，调熟则堪用。这个也是摘录《华严经》而成的偈颂。我们看一下角注九十四，刮胡二。十波罗蜜中，布施波罗蜜增上。在初地的时候，主要是布施波罗蜜增上，而其他的波罗蜜不是不修行，只是随分随力而已。菩萨随所勤修，供养诸佛，教化众生，都以修行清净地法，所有善根都用来回向一切智地。一切智就是佛智啊，辗转明镜，调柔成就，随意堪用。就好像炼金师善巧炼金，把这个金经常入火，让它转为明镜来捶打，让它调柔成就，随意堪用。菩萨也是一样，供养诸佛，教化众生，都是为了修行清净地法，所有的善根都是回向佛地，辗转明镜，调柔成就，随意堪用。好，我们看解释。他火的调炼，金师把金子放在火里面淬炼，那其实就是在譬喻菩萨的智慧火来锻炼。于菩萨所行事中，善根成熟，则堪任用。好，这个是助念佛三昧品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